你到车上去等我。 怎么了？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？啊？来，说说你知道的。 杀了我，陆涛，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？我是卖鱼的，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。我来猜一下啊，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，对不对？ 哇！不了，你不憋啊？ 说啊，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？<笑>